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rew， 欢迎回到 Bridge Constructor Portal。接下来的关卡呢，交叉口，接下来都可以随便自己选什么，想玩什么选什么的感觉。可是要用掉下来的吗？可是这样上得去吗？要按到开关，按到开关，再测试看看能不能成功呢？咻！咚！哇哦，车速好快！哦，车速好快！成功了耶！车队呢？总共有那么多台吗？感觉会垮掉，不然就是会撞在一起。果然撞在一起了，撞在一起了。糟糕，没有预料到的问题。刚刚失败了一台，希望这一次能够完整的成功。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不会撞在一起。哎呀，上去吧，上去吧，耶！车队过关了。接下来叫做训练你的大脑，训练，感觉好像会很复杂。这个掉下来启动，会把这个启动。会把这个启动。等一下，看一下。什么？这会把它销毁，所以现在看来要做的事情，这会变两边一上一下的跑，所以说这个要阻止它，不能让它进来这里，因为它会出现红外线，这也要阻止它，不能让它下来这里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要想办法，想办法让它绕过这里，走这边。然后，这里出去的话，加速过来，弹跳过来，然后这样绕出来，走这边下去之后过来这里，另一个地方要走下面，进来的时候走蓝色下来，直接掉来这里，这里冲刺弹上去吗？好像有点奇怪，还是这个弹是要给他用的，弹过来再弹回去，先建设看看好了，不然就这样吧。这样可以成功吗？首先这一台上来没问题吧？刚测试下面这一台都没什么问题，
主要是上面这一边，上面这一边冲出来之后下降滚进去。好，接下来车队好像十台，能不能过去呢？十台，丢丢丢丢丢，断了断了，这里断掉了。真糟糕，竟然断掉了。再试看看。主要是上面这一边问题比较大一点。咻咻咻咻，有哪里出问题吗？这个很艰难的过去了，太好了，至少过关了。接下来又是什么？弹力方块，弹力方块是什么？从这边出去，方块会弹，主要是按到这里跟这里，车子要走一般的蓝色道路，然后这里也要按到，所以这里要下来，这边要弹进去这里吗？有三个耶。哦，这个要过来这里。直接测试看看了。这个要弹过来。咚。那就试试看。这样好像可以了。那就出发，通过，压到了，之后掉下去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就被，好险！再试，接下来是车队的测试。刚刚如果再晚一步，它就会被这个摧毁了。看来车队还是有点问题。不得已做了一个奇怪的，下面被我弄得好像很奇怪。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它比较刚好呢？好像可以，希望能够渡过难关。好像最后两台过关了吗？耶、yeah ！下一关，接下来叫做神秘按钮，神秘。The brave vehicle drivers have nearly completed every test.Their virtuous sacrifices will be remembered when testing is complete. 只是被铭记而已吗？话说他突然出现让我吓到，想说后面这几关他应该不会出现的。说接下来，按钮在上面，所以说是下来弹之类的，反正就是要经过这里。再经过这里，不对啊，最后来到这里，下来，弹，掉到这里，从这里过来，
这里掉下来。嗯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呢。算了，随便见见看。就咚翻滚冲就这样算成功吧耶、yeah, 神秘的成功了，接下来是车队可以吗？我觉得会卡着。前面好像没什么大问题。接下来就哦，差点撞到，真神奇！翻滚，滚过去，翻滚，成功！耶、yeah, ，想不到这样成功了，太神秘了。太神秘了。接下来，哇，天哪，又是一个很复杂的感觉，叫做六则故事。这关感觉好像留在之后玩吧，留在之后玩。现在今天玩了四关而已，毕竟难度比较高嘛，所以就如果刚好60关就之后剩四关就刚刚好，那如果还有之后的就再考虑看看不知道，反正应该可以成功吧，反正就是一直重复尝试之后就可以成功了，建设成功。OK， 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咯，如果有任何想对我说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